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226页，226页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，又宝莲佛光品曰：夜夜花中除36,000,000亿光，这个数字很大，36,000,000亿光，夜夜光中啊，又出36,000,000亿佛，光中化佛，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，佛一光者，来莲光中36,000,000亿分之一，这一道光是表啊极微细也，表法的意思啊，极其微细，微细到我们无法想象，佛在观经里面跟我们说阿弥陀佛的法，这个报身啊，佛有法身，法身没有形象，报身有相啊，报身的相好，说身有84,000相，这个地方比84,000更细啊，36,000,000亿，对，比84,000更微细啊。那每一个相呢，有84,000随行好，每一道好啊，放84,000光明，每一个光明里面有诸佛如来、菩萨围绕。在讲经说法，也就是讲经现在说法啊，这些数字全是表法，表极其微细啊，取这个意思。而夜夜夜光中啊，含摄36,000,000亿佛，表
极微细中含容一切诸法也。那么这也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微细相融案例本”啊，在我们这个经上有啊。下面我们看第七，因陀罗网法界门。以上微细相融门，名一重之相啊，相如相起啊，一重。那这一条讲呢，重重无尽啊，说明一重之相，相如相起，而为名重重无尽相如相起之意啊，所以第七种啊，借因陀罗网做比喻啊，说明这个意思，重重无尽。因陀罗网是第十天宫所悬之诸网，网有千诸，互相映照，夜夜诸中啊，各现一切诸影，此是第一重的各个影现。现在这种诸网还是有，不像从前帝王时代的皇宫啊，皇宫里面的大殿，北京皇宫的太和殿是里面最大的一个殿，所有重大的典礼都在这个地方举行。啊，大殿上空是用铜丝编的罗网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大殿里面的梁、柱、墙壁都是彩画的，是最高的艺术品啊，总是怕人去触摸，你把它破坏了，害怕鸟进去虚窝，所以用铜丝编的网，你在外面能看得见，你不能摸不到它啊，鸟飞不进去，保护的作用啊，叫罗网啊，因陀罗网。那么网与网当中相接的地方啊，它都是一个珠，宝珠，这个珠都很大啊。那我们现在大的宫殿里面用水晶灯很像罗网的样子啊，每一盏灯也很大啊，你想想看，能够有细有一千盏灯的这个罗网就很大了。那么这个殿堂啊，当然也非常大啊，没有这么大的殿容纳不下了这个罗网啊，罗网里面现在就住，这个住互相映照啊，这一个住里面所有住放的光，它都在这一个住里面。互相映照。
那么一叶珠里面都有一切珠的影子，这第一种啊，个个影现，而一珠中所现之一切珠影，佛显于其余999珠之中，第二重的影现。如是千诸重重影现，无有穷尽，以与诸法之相即相入，重重无尽也。这是佛在经上做的比喻，我们没有见过，所以很难想象。啊，大书里面讲的呢，是我们人间的境界，我们很容易体会。啊，华严经粗抄，啊，里面有个比喻：若两镜互照，船要相携，携就是照，啊，互相照耀的意思。两面镜子，人站在当中，看到自己的身，看不见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讲得重重无尽，娴熟过死，在皇宫里头，讲华严经，啊，讲到了因陀罗王法界门，皇上听不懂，问他这什么意思，他就请皇上在门外空地上建一个亭子，啊，这很容易做到的，啊，建一个亭子，亭子建好了，过时给他数天八九天，每一方放一面镜子，八面，上面下面十个镜子，请皇帝到亭子当中站一下看一看，啊，皇帝往那一站，哦，马上知道了，他那个影像分身重重无尽啊，每一个镜子护照还有上下，啊，这就是无尽的相即相入的境界，你全看到了。啊，那么在本经当中，宝莲佛光品里头说，众宝莲花了周满世界，这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里面的莲花，一切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化身，而都在七宝池中。那我们从净土经论当中所看到的，极乐世界里面一切万物不生不灭，没有生住异灭的变化，人没有生老病死，啊，动物没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没有生住异灭，啊，大地没有沉住坏空，啊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那么只有一样
一桩事情上能看到生灭，那是什么呢？莲花，七宝池中的莲花。莲花怎么来的呢？十方世界的众生，有人发愿求生净土，七宝池就生出一朵莲花。这个人功夫用得很勤，啊，意愿呢非常强烈。这个花一天一天长大，所以在极乐世界只有这一桩事情能看到。如果他退心了，不想到极乐世界了，或者换了别的法门了，这个花就枯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就这一桩事情看到有生有灭。啊，有兴有衰，能看到这个现象，其他的看不到。那么人到往生的时候，佛就拿着这朵花去接引你。啊，这个花上是有你的名字，花的因为什么会有莲花？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愿力。那花的缘就是你自己发心愿生净土，你有这个念头，七宝池里头就有花。你念佛的功夫成就了，佛拿着这个花来接引你。啊，接引你的时候，花是开的，你进去了。啊，你进到莲花里面之后，花就合起来了。佛将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，依旧放在七宝池中。啊，在七宝池中这个时候，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，自自然然在花苞里面转八十乘四指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花开见佛，那个身不是我们现在的肉身，我们现在的身，阿赖耶的相分，我们现在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。啊，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那么在极乐世界只有唯心所现，没有唯识所变，识完全化成智慧了，啊，转八十乘四指，花开见佛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你就提升为阿惟越智菩萨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，华严经大乘语言教初注以上，啊，华严讲四十一位化身大士著报土十报专严土。啊，那么这四十一位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四十一位菩萨啊，住报土。报土里面的法身菩萨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，我们看起来好像跟佛没有两样，
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也是没有念用。唯一跟佛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无明断了，跟佛一样，无明习气没断。啊，就像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没断，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成阿罗汉了。阿罗汉必须把烦恼习气断掉，断掉之后啊，他就不叫阿罗汉了，叫辟支佛，他升级了。啊，辟支佛要把尘沙烦恼断掉，他提升了，做菩萨了。菩萨必须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掉，啊，习气断掉了，菩萨就成佛了，设法界的佛。啊，设法界的佛必须把无始无明烦恼断掉，他断了，断了他就超越设法界了。他到哪里去？到十八土去了，就是初住菩萨。无始无明烦恼习气被断了，啊，带到十八土去，在十八土干什么呢？就是断习气，习气没有方法断。诸位想想，无始无明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断掉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无明习气怎么断？没法子断。你一起心动念，你就堕落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什么人呢？设法界里面的佛，叫相似即佛，不是真佛。啊，为什么？无明烦恼没断。无明烦恼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断掉了，它升起了，设法界没有了，那个习气怎么断法？叫任运而断，就是随他去，不要理他，时间久了自然没有了。啊，经教里面佛用酒瓶做比喻，盛酒的瓶子，啊，酒倒干净的，擦得干干净净的，确实一滴酒也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个味道叫习气。那怎么断法？没法子，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，放上半年，放上一年，再闻没有了。十报图里面断习气，断习气就是这个方法，所以就不要理他了。啊，这一些化身菩萨做他自己的事业。啊，他有什么事呢？上求下化。啊，上求他能分无量无边身，有这个本事。啊，分身干什么？去拜佛，十方世界，不但十方，还有三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，
他去供佛。啊，供佛是修福啊。啊，他去闻法，听佛说法，这是求慧也。佛慧双修啊，附带的度化众生。那佛众生希望佛来度化他，他能现佛身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，普门品所说的，应该用佛身去度他，就现佛身；应该用菩萨身度他，就现菩萨。应以什么身度法度他，就用什么身。那个用什么身，不是菩萨自己的意思。菩萨自己要有意思，他就堕落了，就不是化身菩萨。啊，记住，化身菩萨永远不会起心动念。那么现什么身？现什么身？众生。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因。啊，绝对没有通过。哎，我也想一想，我用什么身，那就全都错了。啊，那是凡夫，那不是菩萨。啊，化身菩萨，记住，没有起心动念。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分别之处，连分别执着的习气都断了。功夫是什么？全是放下了，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最后是把起心动念放下，六根在六尘境界上，眼看得清楚，这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；听得清楚是智慧，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众生有感，自然有因。啊，应也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错了，马上就堕落了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修行。修行，修行最高的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那是什么人修的？化身菩萨。明心见性，那我们做不到，因为念头太微细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有念头在生灭。我们的念头很粗。那佛问弥勒菩萨，心有所念，凡夫心里面起个念头，世尊问的，凡夫起这个念头，这一个念头是多少细念纠缠在一起，让他感觉有个念头。那佛问的，凡夫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？有几相，有几时。那佛这一句话里头问了三桩事情。原文是：心有所念，即念即相是也。这原文。啊，弥勒菩萨的回答
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的一弹指，一弹指的时间多短？我们现在是用秒做单位，我们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那我大概可以弹到5次、4次、5次。年轻、身体很好的人，他们告诉我弹7次。其乘32亿8000年，单位百千，百千是10万，32亿乘10万。320兆，这一弹指320兆，一秒钟要是7个弹指，再乘起2100兆，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就在眼前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要放下无明，先要觉察到无明，你才能放下。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觉察它，你怎么能断它？什么人才能断它呢？明心见性的人，他才觉察到。觉察到很模糊，换句话说，是可以把它断掉，习气断不掉，习气就太微细了。那个习气要什么时候才能断掉呢？大乘教常说的八地以上，应该是说这么一桩事情。八地快成佛了，《华严经》讲菩萨总共是51个阶级，前面10个是性位，那在十法界，不出十法界，初住以上超越十法界，住10宝土，41位菩萨都住10宝图。为什么有41个阶级？41个阶级是带着无始无明习气轻重不相同。十住习气重，十地习气轻，到八地以上很轻微的习气了，快要断尽了，好像酒瓶一样，带得很重的，你还没有在酒瓶上面就闻到味道了。那十地菩萨呢，要很细心到酒瓶子才闻得出味道，否则的话，微细的味道闻不到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种生灭，整个宇宙从生灭现象变现出来的，整个宇宙就在眼前。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生活的环境，就是都是这个生灭法了，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佛教凡夫，六道凡夫
迷惑颠倒，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啊。他没有神秘，通通在眼前，称之为自然现象。为什么一丝毫的觉察都没有？啊，这个现象不能够觉察，但是要有一点概念。为什么？你才肯放下，放下就是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就学放下，绝对不是很多经论的，那叫所知障。经论学的再多，没放下，依旧是六道凡夫。啊，彻底放下，恭喜你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你看看，放下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；放下尘沙烦恼，你就是菩萨；放下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啊，学不学经教没关系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表演的，19岁出家，放弃王位的继承权，放弃世间荣华富贵的生活，这个表演是放下一切烦恼。啊，出去求学，他的表法是表一个知识分子。啊，知识分子喜欢广学多闻，占地球上人类绝对大部分的年轻人，喜欢好学多闻，他表这个法。啊，19岁到外面参学，过苦行僧的生活。啊，教个人放下烦恼。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全都去学过，学了12年，30岁。在菩提树下，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，放下所知障，2障放下了，在菩提树下入定，开悟了。这2种障碍不放下，开不了悟，得不了定。表演给我们看了，开悟之后，明心见性，心是什么样子？啊，自信的体相作用，他详细给我们说明，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这一部经佛在定中讲的，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了，啊，37日中21天入定，21天，啊，哪里知道他在定中讲《大方广佛华严》，啊，
这个经讲完了，大龙菩萨把它收在龙宫，分量多大呢？700年之后，龙树菩萨出现在印度，南印度，啊，被大龙菩萨邀请到龙宫去做客，啊，看到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释迦牟尼佛最初所说的分量多大？10000大千世界未成起，14000天下未成品。龙树菩萨自以为聪明，他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他3个月就学完了。那所以功高我慢，目中无人，自以为是世界第一了。大龙菩萨带他去看这部华严，一看之后，傲慢心没有了，啊，才知道佛陀的伟大。啊，这样大的一部经，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，再看中本也不行，最后看下本，下本等于说是目录提要，有10万句，40篇，啊，他就把这部经记下来了。那回到人间传的这个华严，是龙宫里面的小本，小本目录提要，像我们现在的四库全书，啊，你看到1500册，人能学吗？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给我说了一个笑话，真的不是假的。他说人从出生他就能读四库全书，啊，一天读10个小时，他活到100岁，每一天读，没有一天间断，读了读到100岁还没念完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1500册精装啊，太大了。看看有中本，有四库全书也有中本，会要会要500册，啊，全书的1/3，也不是一般人能受持的，啊，结果说有，还有小的目录提要5册，也想看看全书内容是什么，知道个大概，提要就行，提要是专门给乾隆皇帝编的，他没有办法看全书，他看提要。今天我们读的华严经啊，80卷华严经提要啊，提要还不全啊，全书散失了，传到中国来是残缺不全的本子，我们把它翻出来，有60华严、80华严、40华严啊，80跟60是同步啊，不同时间传到中国来的。那么40华严是最后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完整的40卷啊。所以现在中国华严经怎么读法呢？
八十读到五十九，读到五十九九卷，接着读四十卷，总共九十九卷。这是我们中文所翻译的最完整的本子啊，九十九卷。我们了解这个大概啊，就知道啊，啊，九十九卷华严，读一辈子开不了悟，见不了心。为什么？没放下。啊，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放下了。释迦牟尼说：“放下之后，才能前行。”啊，才把自信的体相作用说出来给我们听。啊，就是大龙菩萨收藏的大方广佛华严。啊，那么在中国最具足代表性的慧能法师啊，唐朝时代的人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啊，他是听经开悟的，开悟的方法很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门道。啊，关键呢是你会不会？你不定在哪一个法门里头，豁然大悟。不定呢，啊，会了。古人讲啊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什么叫佛法？明心见性叫佛法啊，会的人任何一法都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，不会呢，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，你还是凡夫，你搞了一辈子还是搞生死轮回。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生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，所有的法门好，不是不好，你不是这个法门的根基，也就是说你修这个法门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世尊在大集经里头给我们普遍受戒了，只要是学佛的人都有份啊，受的什么戒呢？菩提戒。什么菩提戒？只有净土法门，待业往生你才能成就，除这个法门之外都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要断烦恼啊，那就是断见思，你证阿罗汉果；断尘沙，你证三贤菩萨。别叫三贤，是住是心是回向。啊，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法身，就是起心动念断掉了，你才能证得。别教出出底，原教出主，那叫成就。你试试看行不行？
我们学了60多年了。我26岁学佛，再过2年就满70年。啊，学这么多年，明白了，觉悟了。啊，李老师劝我修净土。啊，当时没有接受，不服，心里头羡慕大经大论。啊，在他的会上学法华，学楞严，学华严。啊，我到85岁才真正觉悟回头。为什么呢？不能了生死，没有把握完成。啊，所以放下了，彻底放下了。啊，一部经，一句名号。啊，这一部经就是玄典，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李老师给我的，啊，是他自己的，写的注解就写在书上，没注本，啊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。黄念祖老居士的，记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其他统统放下了。问我为什么？我去极乐世界要紧，别的都是假的。你们有能力，我佩服你，我向你顶礼，真恭敬你，我自己没有能力。啊，我自己很清楚。只有这个法门，我会成就。啊，我把所有经论统统放下。金刚经上说的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”啊，这我当直下承担啊。佛是对我说的，劝我放下。啊，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，现在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念老的集注，啊，这是第4遍，一遍比一遍精彩，一遍比一遍欢喜。啊，最难得的是最近我们开的，跟同学们互相在一起学习，学习什么？如何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生活？我们现在就得受用。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？符合经上所讲的3个真实，真实之基就是明心见性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就是现前的受用。那这个书，世尊祖师大德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点点滴滴讲得明白，讲得清楚，讲得透彻，真搞明白了，你会死心塌地。
心再不会动摇了。这就是念佛三昧啊，这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心出现了，平等心出现了，那个觉就是理业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明心见性必透过这三个层次，首先的清净心，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，其小智慧啊，平等心是菩萨证得的，得大智慧啊，再向上提升就是理业心不乱，这就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在经体上修行三个阶段啊，觉往生到十八度啊，平等往生在同居土啊，不是方便土，清净往生同居土啊，我们把目标方向找到了。我们继续再看宝莲佛光瓶里面这段经文，夜夜祝福，又放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了。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上面第六门中已经说明，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，这是微细相容门啊，比那一重的相继相入啊，跟真奇前后的经文，则可知广行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的妙意啊。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有什么关系？这个问题早年我在新加坡讲华严，就有同学问过我，我举了个比喻告诉他，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，极乐世界了好比新加坡的五节路，他听明白了。五节路这一条金融大道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街道，那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还要庄严，是华藏世界的核心。我们不搞清楚，不搞明白，对于极乐世界的这种热情生不起来啊。
这个热情就是强烈的欲望，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对极乐世界的信、愿、行，啊，这一桩事情是非常难得培养出来的。啊，对极乐世界向往的情操怎么办？现在有了，以前你问我，我想不出方法。啊，自从印智法师把他师父的光碟送来给我看，我一看就明白了。啊，海贤老和尚往生这一片光碟，我看完了之后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一片光碟是海贤老和尚一生四季都记载在其中，这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无量寿经的总结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切性相离世因果都在这一片观点当中。如果有人将这一片观点看一千遍，用一年的时间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一天看三遍，他这个观点五十多分钟，不到一个小时，一天看三遍，一天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不中断，你那种对西方极乐世界热念的心情就升起来了。啊，真相信，真愿生的，一点折扣都没有了。换一句话，对现前身心世界你放得下了。身心世界一放下，你随时可以往生。要真干呢，我要求一天看三遍。有同学告诉我，他一天看五遍。啊，这是什么人呢？急着求往生，急着成佛道的人。啊，经要不要听？可以听，有足够的时间给你听经。啊，听经是什么？跟海贤老和尚光碟做对比，你才知道这个老和尚了不起。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一生当中没有念过一部经，没有听过一次经，那他就是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那20岁出家，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这个人了不起，就是他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一生当中没有换题目，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，他的佛号不中断。112岁往生，
20岁年纪，整整念了92年。啊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念到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净土讲的离一心不乱。你要问我，他什么时候得离一心不乱？我估计应该在40左右。离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他只是不熟，他什么都清楚。啊，为我们实现在这种环境之下，啊，依照他的方法修学是最安全的。没有人嫉妒，没有人障碍。啊，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，留下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名闻利养边都不沾，自舍其力，住在乡下小庙。也没有法会，也没有金灿佛寺，这个小庙没人供养，没有收入，全靠自己农耕。他非常勤快，啊，年轻有其体力，开荒，啊，荒山开出来，种粮食，种蔬菜，种水果。啊，开了多少地？先后一共开了100多亩。小庙只有4个人，需求有限的。啊，绝大多数都拿去救济贫苦。3种布施具足：财布施、内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地方上的好事遇到他一定参与。啊，修桥补路，这都是他干的事情。啊，为我们做出最佳榜样。往后世尊末法9000年，依照这个修行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的。佛菩萨无尽的慈悲也。他是奉佛命的，做榜样给我们看的。我们看下面这段文，更珍惜前后之经文，看看上下文句，这可广显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啊，真妙也。一个阿弥陀佛国中有无数宝莲花，夜夜花中啊放无数光，夜夜光中有无数佛，
一夜佛放光说法，安利无量众生与佛正道。那就在极乐世界七宝池莲花当中，你所看到的相继相入，重重无尽。如是在极乐国中有无数莲王莲放光光现佛，佛现国土，国土里头又有无数莲花莲又放光现佛，每一莲花喻一个，比喻一个地珠啊，因陀罗网里面一粒珠子，如是莲花周边佛国，可见本经正贤华严，因陀罗网重重无尽，世世无碍的玄门。再看后面第八，拓示显法身界门，由上重重无尽，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世无碍法界，故可任就一尘一世显示法界全体。跟禅宗里面一切手法非常类似，如大素云列相数倍，粗目皆道啊，无上菩提在哪里？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，哪一法不是啊？啊，会的觉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；不会的，着相了，啊，大乘经上教给我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问题能不能立呀？啊？这人根性，我们一接触一观察就明白了。有坚固执着的人，只能在佛门里结一个善缘，如果他修得不错，来生在人天啊，他没有过失，有过失三恶道去了。很普遍的。啊，虽然去了三恶道，他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。往后不定是哪一切，遇到佛法，这个种子就起作用。啊，缘要殊胜呢，他能在那一生往生极乐世界。
就成就了。啊，佛法种子比喻作金刚种子，永远不坏啊。啊，从这个角度上看，佛普度众生啊，真正离开六道轮回要圆熟。圆怎么熟？肯放下，能看破，知道这一切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只有这一句佛号是真的啊，除这句佛号之外全是假的，经书也是假的，佛法也是假的。所以佛劝我们法上应舍，那个法就是佛法，佛法不能贪念啊，贪念错了，佛法不能执着啊。金刚经上把佛法比作过度的小船，这是工具，达到彼岸了就要舍掉，你要不肯舍你上不了岸，你要上岸一定把船舍掉。那佛法是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工具，千万不要贪着啊，千万不要去分别啊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连佛法都能舍，何况其余？这个人很快能成无上道，他真的明白了，真的觉悟了。那么你就晓得，执着佛法的人，他在迷，他没有悟。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世间，我们常常遇到。最重要的回光返照，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毛病？有，赶快放下。我们看下面这段第八，拓思显法僧伽门。有上智，重重无尽，故尘尘法法皆是世事无碍的法界，故可任究一尘一丝，显此法界全体，如大所愿，立相数倍，粗目皆道。经中菩提道场品有一段经文书，又起道场，有菩提树，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：一心相人，二柔顺人，三者无生法人。我们看看参考资料里头有没有三种人。三种人在830面啊，音响人，有音响
而误解真理者，这个真理就是见性。啊，就是明心见性。听讲经说法也是影响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如圣人慧心如转，能随顺真理。这叫如顺人。比前面的意思深一层，真正能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什么境界才能到如顺，才能到影响。用我们经题上的字来说，他的心已经得到清净平等，人就是主啊，心不清净，心不平等，话听不懂啊！啊，对影响听不懂。心要清净，心要平等，影响能听得懂。不但说话的声音你听懂了，风吹树木的音声，雨打芭蕉的音声啊，水滴在岩石的声音，甚至于别人唱歌，不定什么缘，一接触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这些事情宗门的禅宗里头公案很多啊，记载参禅开悟啊，怎么开悟的，每个人开悟都不一样啊。无生法忍这个境界高了，真无生之实性，二立诸相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啊，为什么？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法。生灭是什么？是相，是用，体不生不灭。在生灭里头见到不生不灭，这叫无生法忍。啊，无生法忍是什么真？人真的七地以上。啊，无生人分三品，下品七地菩萨，中品八地菩萨，九品上品呢，九地菩萨。
啊，十地菩萨那是最后的，叫寂灭人，清净寂灭。啊，寂灭人呢，古人也有分三品，下品啊是十地菩萨，中品是等觉菩萨，上品是妙觉。啊，证得上品，十宝图就不见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十宝身也没有了。出现什么境界？常寂光，一片光明。啊，身土都是光明。于是我们知道，十宝庄严土确实是从无始无明习气所感的。习气断尽了，这个十宝图就不见了。十宝图没有生灭，有隐现。啊，正常的时候是隐，它不现，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无有一物。啊，遇到有缘它就现。啊，什么缘呢？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只要有一个住在十宝图里头，常寂光里面化身菩萨就有印，那有印他就现十宝图，现报身，啊，现报身报图，跟他们完全一样。啊，佛在这个地方帮助大家。那成就大家，圆满大家的功德。啊，这是有缘，有缘就现身。我们再往下去看，佛告阿难：“如是佛刹，花果树木，于诸众生而作佛事。”你看，见菩提树，就能获三种人。啊，这是极乐世界，花果树木能帮助众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叫佛事。啊，一见彼树，可证悟生，是正为特示显法僧伽门宣旨。啊，花果树木，借助佛事，也佛如是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不定什么时候，你真的无上菩提。啊，因为在极乐世界，特别是在十宝庄严土。真正是一尘一毛，这讲最小的毛端微尘啊，
都能触动你的机缘，让你大彻大悟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下面第九段，摄施各法一乘门，此门表言出无碍，言出无碍是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前面讲的是空间，现在给我们讲时间啊，所以说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啊，恒是讲空间的，圆融无碍啊，这一门呢要讲数，数是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这个东西也不是真的。摄施者，你看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每一世啊都有这过去，有过去的过去、过去的现在、过去的未来。啊，现在的过去，现在现在现在未来，啊，未来也是三世，每一世各有过现未三世，所以叫九世。那九世互入为一个总世。总是与前九相合，那就叫摄施，这摄施的意思啊。此摄施各离之法同时具足显现，叫做各法一乘啊，别异之法具实成就，叫一乘。这是什么呢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现前了，你同时能看到。摄施没有障碍，摄施全在眼前。啊，前面八种空间没有了。圆净居立没有了，这个地方告诉我，时间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在当下，啊，通通能看到。净喜华严初发心功德品，华严三种译本啊，净喜是最早的，一共60卷，知无量劫是一念，知一念即无量劫，念皆圆融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我们初学佛的时候，读相宗入门的论典，百法明门啊，这天亲菩萨。讲弥勒菩萨
大论，瑜伽师的论，里面将一切法归纳为660法。啊，天亲菩萨认为660法还是太多了，不适合于初学。初学入门呢，要简单，把660法再归纳成百法。啊，660法是宇宙一切法归纳，百法呢是660法再归纳，便于初学。啊，百法分五类：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不相应心法，最后是无为法。啊，所以相宗教五法三自性，八识二无我，这是法相宗的总纲领。他学的就这些。啊，五法就是百法。啊，那么时间、空间，在百法里面属于哪一种？啊，属于不相应心法。啊，说明它不跟心相应，不是心法，不跟心所相应，也不跟色相应，也不是无为法。啊，不相应心法跟色心心法通通不相应。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也就是根本不是事实，时间空间都不是真的事实。啊，是我们心里头产生出来抽象概念，以为有。啊，实际上痕迹都找不到。这是佛法里讲的科学，高等科学。大乘佛法常讲，就在当下，这是真实的。这个说法真实的，就在当下，不是过去，也不是未来。不是此界，也不是他方，时空不存在呀。所以，无量劫是一念，一念就是无量劫。这时间没有了。啊，又普贤品行愿品里面说，尽一切劫为一念，我与一念见三世。在一念当中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都是显示出眼处，同时眼是把时间拉长了。啊，一念延长为无量劫，这叫眼处呢，把无量劫变成一念，这叫处。所以
给你讲真话，三季一如啊。啊，这是给我们说事实真相。故大俗语：若一夕之梦，告享百年。啊，就像唐人小说所说的《黄粱梦》，啊，这个秀才做了个梦。啊，梦到上京赶考，考中了，满心的欢喜。以后做了官了，做得还不错。啊，连年升官，最后升到宰相。啊，这时候很得意。啊，有恩的人报恩，有怨的人报怨。啊，满心看这个欢喜。啊，活儿到老了，梦了一生了，一下醒过来了。旁边有个老道，老道有功夫，能看到他梦中境界。啊，问他，宰相当得怎么样？旁边煮的黄粱还没煮熟啊，他从上京赶考到走到宰相退休了，所以这一些梦把他一生啊，梦到他一生了，一百年就是几分钟的时间而已，一言出同时啊，这个秀才经过这个梦醒觉悟了，这人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所以要记住，什么都是假的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。”这像速度之快，它就像露水，像闪电一样，一下就过去了。劝人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不要认真。啊，认真就造业，造业就感得不如意的果报。假的何必认真？啊，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？啊，我们要相信一句话：决定不害不了别人。我常说，你动了一个害人的心，对方伤害了三分，自己呢七分，自己七分的账到什么时候算？死了以后就明白了，三途苦报。佛的话是真的，圣贤的教诲是真的，叫我们要原谅别人呐、啊。原谅就是修福啊，积自己的福德。那不能原谅自己的福就没有了，所以
不善的事情遇到了，你看看，你会处理修福，不会处理造罪。人为什么不修福？啊，海鲜老和尚那个报告里头有一桩事情，啊，收电费的一个年轻人，老和尚看到单子，啊，单子上问他要的钱，老和尚不认识字，啊，这一问要这么多，他就问为什么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多了这么多。啊，这个年轻人打他娘耳光，老和尚赶快把钱付给他。啊，这个年轻人走了，旁边看的人很生气，不服，要把他找回来给他论理。老和尚算了，出家人要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打我算是替我搔痒，吐我一年吐沫等于给我洗脸，一丝毫怨恨都没有，息事宁人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福报，这是福报。啊，打他的人自己造罪业，如果有怨恨心的话就错了。为什么？赶来的时候冤冤相报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什么都是假的，那你何必计较啊？点点滴滴都是积功累德，原谅别人，啊，不要跟人计较。吃亏是福，这一句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人要糊涂，叫难得糊涂，装糊涂。啊，不是真糊涂。啊，不跟人计较。吃亏上当，甘心情愿，没事，绝不要放在心上。这个人后福大了，啊，那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人天福报都不容易享受。为什么？它太复杂了啊！所以一生修行，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，绝不求人天福报。求什么？只求往生净土啊，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决定一生证得无上菩提，这才叫真正智慧，真正大福啊！做佛之后教化众生啊，无论怎么实现，不迷惑颠倒了，这才对呀！佛能现一切身，现佛菩萨的身，现罗汉的身，现国王的身，啊，现宰相的身。
三十二应里头，什么样身份，他都能实现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示现八相成道，没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他要起心动念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菩萨。佛菩萨无论示现什么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所以他不造业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叫净业。啊，净业没有三界六道的果报，这叫得大自在。啊，本经里面像大教缘起品里的说，能与念情住无量意境。啊，华严有，这个经上也有。德尊普贤品里面，啊，第二品，与一念情，遍游一切佛土。你看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。啊，去周边游览一遍，需要多少时间？一念起。那为什么？能现无量无边身，每一个身去游一个国土。啊，这很短的时间就通通看遍了。啊，各谈佛的品语，于一时起。往复十方无边境刹，都是显第九玄门。啊，就是时间没有了。啊，时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